探索宇宙人生真相，见证世间因果轮回。老宋讲故事，又在言堂送幸福住，第313集。自心相应，方消宿障，万法归元，教育为宗。今日是北京时间9:09，2016年4月30日，尊敬的罪言堂正法实修三群的朋友们，大家上午好。今日是五一小长假的第一日，你准备去哪里呢？是不是心情是十分之嗨啊？用我们的一首歌来形容的话，我们老百姓啊，今日就真高兴啊！太高兴了。工作忙忙碌碌，好不容易呢凑够三日的假期。咁我哋去做乜嘢呢？去旅游？五一旅游人好似好多喎、茫茫人海，嗰、那个唔系睇景，嗰、那个喺度睇人啊！咁睇人又何必系等五一呢？大街上人就好多㗎啦。其实呢好多节日应该係常回家看看嘅。常回家看看，回家看看。唉，呢个调呢我都唔忍心再唱落去啦。因为我对耳呢对自己嘅歌声啊都生世茧啦。咁但係系唔系为咗俾大家开心一乐㗎。冇办法啦，请见谅啊！好啦，闲话少叙，我哋就步入正题。其实我哋好多师兄都有好多问题，要急切咁想得到解答啊！呢种心情我系非常非常之理解嘅，因为喺老宋啱开始能够同菩萨沟通嘅时候。老宋基本上一日当中呢从早到晚都是在这里问问题的。如果不是菩萨慈悲肯定是嫌老宋烦。那老宋是有名的话多多问题是非常之多的。后来呢跟大家讲故事了，大家的问题又积累了一大片。那有些问题呢就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的，老宋又得要去请教菩萨。有时候啲问题实在太多，冇办法解答的时候，天眼团队一起来见证，就将问题呢分给大家每个人，佢十个，咁佢二十个，就咁样分头来问。当我哋获得咗大量嘅有价值嘅信息之后，我哋嘅心都越来越淡定啊，知道边啲路系适合我哋嘅，知道我哋要点样先至行得正确。咁于是乎，我哋就将见证嘅文章发咗出嚟，发到博客、朋友圈啊。有好多问题，老宋都会通过讲故事嘅形式，俾大家分享出嚟嘅。其实大家平时都有好多问题，我哋一睇就会发觉，佢原来就系我哋以前曾经回答过好多次嘅问题，都喺故事入边啦。你嘅想法、念头喺之前呢已经发生过好多次啦，就好似喺度演习咁样，我哋都一一咁给予咗解答。罪言堂呢唔回避呢啲问题。同时呢有啲问题嘅答案你本嚟就知道嘅。只係想印证一下啱定错啫。其实好多嘢明摆住就係啱嘅。你根本就唔需要重复去问一次。咁样既耽误咗你嘅时间又耽误咗大家嘅时间，啱唔啱呀？昨日晚黑，我哋管理员师兄发俾我一段聊天记录，
系一位师兄就喺度问一啲问题嘅。呢位师兄身上咧有故事啊，咁我哋不妨分享俾大家。呢位师兄可能系被附体咗，点解净系讲可能呢？因为佢曾经都咨询过，但系菩萨告知唔能够查。唔能够查就是机缘唔到，咁机缘未到，老宋又有咩办法呢？咁老宋一啲办法都冇嘅，因为我哋咧要遵循因果规律噶嘛。咁呢位师兄啊，俾呢啲灵性咧折磨得唔成个样啦。根据佢嘅口述，身体咧原本就系唔肥，俾啲灵性咧搞到变得好肥。据佢讲咧，肥得好难睇，原本系生得几靓嘅，俾呢个灵性搞到佢啊，都变得丑样咗啦。总之呢、这个灵性仲借佢把口同佢沟通，系几麻烦嘅。咁睇嚟呢位师兄同身上嘅附体前生咧结怨系好深嘅，亦就系讲你前生俾人哋嘅伤害。是远远大于今生他给你的伤害，所以说化解的机缘还未到。那既然机缘还未到，那我们应该怎样办呢？忏悔、念佛、放生，做各种各样的善事回向，要认错，这个是非常之重要的。有时候你不妨听老宋两句，烧啲元宝俾呢啲灵性。第一，你放心，老宋唔系卖元宝嘅，你可以揾任何淘宝上啊，或者咩地方上啊去买啲嘅，或者喺当地买啲，或者自己去接一啲，几咁简单嘅一件事啊！网上仲有视频系咪？第二。你烧啊，又唔系烧俾我嘅。如果系烧俾我啊，我都唔可以用啦。所以老宋劝你烧元宝，同老宋系冇任何嘅关系，只系有一个目的，就系等你同你嘅怨亲债主化解冤结。咁既然呢个物件喺灵界系等使嘅，咁尤其系喺你身上嘅怨亲债主啊。佢既然喺你身上，咁佢一定系用得到噶啦。既然用得到，而且具备一定嘅购买力，我哋点解唔去烧一啲呢？学佛嘅师兄好可能就会驳斥我嘅观点，点解呢？就会讲老宋啊，老宋，如果烧元宝系等使嘅话，咁我哋念佛做乜嘢啊？我哋仲忏悔做乜嘢啊？敬爱的师兄，你听我讲，我等你烧元宝，有冇话唔俾你诵经同人忏悔呢？冇啩。既然冇，你烧咗呢个又对你有好处，对身上嘅灵性又有好处，咁点解唔直接多一个解决嘅途径呢？就好似喺人间，两家人发生咗纠纷，嘈到七国咁乱。咁点解决呢？其中一方妥协一啲，俾啲人民币赔偿俾佢哋消下气，咁件事唔系了咗啦咩？有啲问题钱仲系可以解决嘅，而有啲问题钱系解决唔到嘅。如果你经常消一啲，再加上自己嘅忏悔，人心都系肉长嘅，你会讲。这个灵性有没有长肉，其实呢都是同一个意思的。灵性之初性本善，你不单止道歉，而且给人家经济上的补偿，人家原谅你呢就会快一点了。就好像你骑单车将人家撞伤了，你只是那里说对不住，那人家能够原谅你吗？不能够的。你要嗱嗱临带人哋去医院睇，然之后买啲营养品，再俾人哋啲补偿，
咁人哋就原谅咗你啦，系咪？所以话忏悔唔能够空口无凭，你哇啦哇啦咁讲咗一大堆对唔住，咁人哋冇得到任何嘅实际好处嘅。你话我念佛啦，将功德回向俾人哋，咁问题系你念佛有冇功德回向呢？关键系有冇功德呢？或者功德太过微不足道啦，唔系佛号嘅功德细，而系自己唔能够真正做到自心情念。如果你真正做到咗自心情念，老宋都唔使苦口婆心咁劝大家去烧元宝啦，因为阿弥陀佛佛号一切具足，要粮有粮，要钱有钱，要乜都有。极乐世界是要衣衣来，要食食住，黄金铺地，七宝琉璃，任以索取，任以所需。你睇到一样嘢，只要你想要，瞬间就可以化现出嚟。所以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一切具足，阿弥陀佛的佛号亦都是一切具足的，你想要的佛号中通通都有。问题是你念阿弥陀佛有没有功德，功德力有几大呢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以前的故事，我们在这见证炮竹对众生的杀伤力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曾经为众生还原过身体，我们的管理员师兄当场念阿弥陀佛，每念几声就能够还原一个，那个是在天眼见证的能量场之下，是在佛菩萨加持的能量场之下的。那如果平时可能念100声都还原不到一个众生的。当时老宋给他们的演示就是一声阿弥陀佛就恢复了很多众生的身体。这个是老宋念的法号和大家的法号不一样吗？一样，一模一样。念的都是四个大字阿弥陀佛，六个大字南无阿弥陀佛。那为什么老宋念的功德力会大一点呢？累生累劫修行功德力的一个继承，再加上今生又是修行净土念佛法门，所以功德力就会大一点。还有很多的师兄甚至念1000声、10000声甚至100000声都没办法恢复一个灵性受伤的身体。原因在哪里？原因就是在你念念都在妄想之中，念念都在执着之上，念念都不离贪嗔痴慢疑，一念没办法做到自心，念念无法做到自心，你说你的功德力有几大？好多的咒语上面都写着功德力非常之大，念几句就能够等好多的地狱众生超脱出来。菩萨有没有妄语？没有，绝对是可以的。但是你能不能够做到呢？至少目前是很难的。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的能力做一个综合的评估，能够清晰地明白自己修行的层次，然后根据目前的状况制定适合自己的修行法门，然后尽快地赶上来。还是说之前的那位师兄，他被附体折磨了很久，经常求菩萨但是没有改变，那于是乎呢就萌生了一个想法。什么想法呢？就是想着改信其他的宗教，一是
佛法呢救唔到佢，但係之前曾经查过又係童子命。咁於是乎就有咗下面嘅问题。师兄你好，童子命可唔可以信其他嘅宗教嘅呢？我哋嘅管理员师兄都好辛苦啊，从各个方面嚟同大家讲因果，讲嘅系如理如法，但系呢位师兄好似就系油盐都入唔到咁样。呢位师兄仲系我嘅微信好友，佢都经常听故事，咁所以我先至喺故事入边分享出嚟俾大家听。亦系分享俾同你有一样嘅思维、谂法嘅人听，我对你冇意见。老宋只系讲理，对事唔对人。童子命系咪净限于信佛呢？唔系，儒释道耶会五大宗教，当然仲有其他嘅正法法门，你都可以选择。关键是找到一个好的老师。如果你选择了佛家，但是你没什么成就，你选择其他的估计都没什么希望。但是任何事情都没有百分之百，或者有其他的法门就适合你，但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是解决不到问题的。以前我同大家分享过，学佛都好，遇到耶会都好，其实因果就是根。虽然呢在国外的宗教入面他没有写六道，一不是就是天堂，一不是就是地狱，那这个是不是都是因果啊？什么人上天堂，乜嘢人落地狱，知道咗因果，明白咗轮回，咁点做呢？仲系嗰句话，要踏踏实实咁修行，千祈唔好小睇呢个信字，呢个信就系调频。你睇国外嘅宗教入边写住信我者得永生，系唔系信天主嘅存在？咁你就永生了呢？唔係嘅。呢个信係相应嘅意思。唔好小睇呢个信。无论你信边个宗派，你都要同宗派入边嘅教义相应。同嗰个宗派所存在嘅嗰个世界相应。无论係天堂定係极乐，行为唔相应，不好意思，你去不到的。很多宗教的首任教主，我指的是正法，人家都是佛或者菩萨来的。佛菩萨是不能够直接干预因果的，他只能够是将因果的真相话给大家知，等大家明了，只是等大家少做恶因，断除恶缘嘅啫，边个都唔会主动走落嚟帮你解决问题。真有咁样嘅菩萨，我哋都去信啦。咁边个都唔好信佛啦，啱唔啱？世界上原本就冇宗教，只有教育。每一个宗教嘅产生，佢嘅初衷都系教育，教人怎样去从善，教人是怎样去断恶，教人是怎样做人，教人是怎样脱离六道轮回，教人是怎样远离地狱，教人怎样升迁天堂，都是在这教育，都是在这告知你一个方法。无论你喜欢哪个老师，你不去做，坐在那里听课，还在那里打耳边风，左耳入右耳出，这样永远都不能够解脱的。
咁无论我哋学边个宗派嘅理论，我哋都要去用心去做事情，用心咁去学习，去感应，去相应。你唔相应，学边个门派都唔等使嘅。如果已经选择咗佛门，我哋点解唔一门深入，长期分修呢？咁多成功嘅案例，咁多得道嘅高僧，有咁多大德居士都系我哋学习嘅榜样啊！我哋冇成功，唔好话法门唔好，可能就系自己做唔到位啊！时时反躬自省，将来会有一个新嘅收获，美好嘅未来喺度向你招手啊！五一小长假嘅第一日，老宋就同大家讲到呢度啦，免得影响大家嘅雅兴，好好去玩一玩，放松一下啦。佛法咧冇话唔俾大家去放松嘅，但系放松当中咧，亦都谂下点样先可以做啲善事，点样先能够孝敬一下父母，美好嘅未来喺度向你招手啊！好啦，五一小长假第一日，老宋就唔打扰大家旅游嘅雅兴啦。等大家玩得开心，食得开心，但系咧食嘅就要少肉多斋，身体好啊！身体特别好，食乜乜都香啊！咁祝大家节日快乐，感恩感谢，阿弥陀佛。愿以此功德，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愿以此讲小故事嘅功德，回向俾诸位善知识，回向俾所有听小故事、转发小故事、垂起小故事嘅师兄、朋友及一切众生。愿大家家庭幸福，人人开心，早日证悟成佛，人人回归极乐佛国。阿弥陀佛。